个车，这个车，嘿，我的行李车就是这个车。哇塞，这个是蛋糕。哦，这是礼物，这是蛋糕，这边也都是。所以你们一会儿就上来把这个礼物搬上去，把这两个蛋糕搬上去。布置的东西，一个在箱子，还有一个在我的房间，我一会儿都拉出来给你们。OK， 这事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你知道怎么抬吧？千万别给它散架了啊。OK， 这个不是一般的重啊，兄弟。别摔啊，这个不能摔。我走了，行。我感觉我腰要爆了。我去，抬高一点，要不然。挤一点，加一下，我们俩加一下，这个不行了，这个。走吧走吧，抬高一点。上，哎，西方，啊，没话了。啊，说真的，我们拿这个吧。扶着他推。走。啊！咚咚咚咚咚咚，亲爱的客栈。